你再说一句，再。这种制证方式不，你要是不愿意发表辞职意见，你由下一位辩护人来。这种制证方式不符合规定。下一个。不符合规定。发现。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。叫你发表辞职意见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站起来，现在对你进行训诫。干到法庭自己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什么事？我们都不同意这种什么事？不同意都出去，不同意都出去。不同意这种辞职意见都出去。好，出去走。我们没办法出去。什么事？同意同志们一起犯罪事实，怎么？审判长，让我们出去。你们出去行吗？你们如果不同意的方式，可以退出去。如果这样子的，那至少要提供自证请干吧，我觉得。法院自动开幕，没有给你。在庭前会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来了。被告人，你执证得了吗？你执证不了，这里下一个辩护人。什么人？不用说了。你把你的这个意见记录笔录好不好？你把你的。